买下去，就没两年就大淹水，又要花大钱。我说我没钱，我要到银行去借呢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只好偷手卖掉，卖便宜一点。我回去我家那边也淹一次，再淹一次，好像我带衰一样。政府补助2000而已嘛，啊，因为我的才两年车啊，所以我花多少钱？他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大概估价。他会电话跟我报价。他电话在跟我报价。认识的车行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啊，不然没办法啊。啊，那个像我们住宿也是啊，住宿补助1200啊，啊差我们就自己吸收了，没有办法。这天灾没有办法。目前知道说这个补助的金额是哪一个单位发的吗？市政府啊。市政府有公布的哈。对啊，那个住宿1200啊，啊机车就2000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哈。没有机车很不方便了。当然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先自己叫车行拖了。对对对对，谢谢你们的关心。很可惜，很可惜，所以我叫他零件都帮我换原厂的。因为我的车还很新啊，修复的话应该还 OK。不想报废？不能，我两年车怎么报废啊？一般的住户大部分都取向于直接卖掉，啊，卖掉。那我们卖掉的话，程序我们就直接就是做废铁回收，还有一些沙漏，哦，就二手零件的买卖，这样子来做处理会是最快、最省事、最方便的，最快速的方法。你估计哦，像这种车这样子，住户是不是都要损失很多？啊，损失很多，这损失大概要80%以上。对，因为这泡水车你要再转卖出去了，其实根本上就不会有人要啊，对不对？那只能够做二手刹车、这沙漏零件来做买卖而已啊。那这买卖的价格大概是？你说一般的价格吗？一般的价格大都在新车的残值一成左右而已啊，哦，一成至两成左右，因为这也是要看车的热门度来决定说它的零件高低的价格，哦，我们来取决说我们跟他收购的价格这样子。对对对。车子的年份有，一样，车子的年份新旧还有款式啊，这个都一样有受到相当的价格的影响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些零件呢，相对的有用跟没用的地方就落差很大。对，这都有取决于这样子的倾向，这样。每次淹水，我第一次淹水完修理好，我还要出钱出来整理那个大楼里面的什么。车子啊，好在我的车子都放外面，都没有淹到。有七一次有七水灾，还是有淹到啊？七水灾料，我就赶快把那个什么，把黄漆拿到中间那边去，叫他帮我修修啊，没得喝，我狼没得喝啊。所以大姐当初卖房是因为这边常淹水的关系。对啦，啊，那一套房是几？我警察朋友，警察朋友的房子啊，我说，他里面装潢的很不错，啊，我说我进去就不用再装潢了，就是可以住了，我只有一个人住而已，啊，我方便是他有厨房，有两个房间，客厅，小小的，没有很大啊，啊，这样没很大，我说，好吧，我买啊，买下去，就。没两年就大淹水，啊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只好偷手卖掉，卖便宜一点。那一次淹水，自己的车有停在里面吗？我没有车，我只有机车。我看他们在淹水，因为我住这里住30几年了，我知道他们那这一家是常常在淹水的。如果有大水来，他们都会淹。而且那次摩托车有泡水吗？摩托车大家都泡水呀！啊，我的摩托车我早就到我的新那个旧房子那边了。这个是那个警察太太一直跟我说：“这里还不错了，你有现金10万的话，你就取意了，就贷款。”我真的。去跟他买啊，啊买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啊，第一次淹水，我就说那个好像不行，以后会常常淹，啊我回去我家那边
淹一次，再淹一次，我们大楼楼，我们是小房间的套房式的，啊，回去我好像我带水一样，是我们那边，淹水淹到上面50公分，啊就啊，是水灾都要对我吗？但是之前有看过像这一次这么严重的淹水吗？对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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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之前有这么严重？对啊，那个大河里面的一直冲上来啊，啊，我们那边是建公路冲进来的，因为建公路那个车子很多，一直推一直推，啊，我们的建公路口而已啊，一直推一推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到了地下一层。满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找不到，我们管理员也应付不来这种东西啦，我们那个主任就赶快，我们那个组那个管委会委员就他进去叫那个来，就抽水机抽一抽，啊，我们抽了3天才抽完。大概是几年买，然后几年卖掉的？我差不多3年，买3年而已。哦，买3年就把它卖掉。嗯，啊，是大概在民国几年还记得吗？啊，有，已经快30年了啦。因为我们那边是买新的，他们也是蛮新的啦。就有一次，我又要花大钱，我说我没钱，我要到银行去借呢，要一个人要花4万多块啊。看你的楼层高还是低呀，啊，那我就更不敢卖了，更不敢买那边住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大姐啊，你像你知道说这是淹大水的原因，是因为说排水不及，还是说有抽水机没有开导致淹水？就是他们这个管理员哈，你看那边管理员哈，他们管理员刚开会开完。还不稳定，主任也跑掉，主任也看到淹的那么严重，他自己也不能那个。第一次可能是他们有用啦，但是你不知道他们的水，他一定会知道这边常常淹水啦。意思是说下大雨，大排的水就满溢出来。如果大水满溢出来。就会到他们家啊，小一点是不会买的那么严重。啊，这本身这附近有没有设抽水站？我没有蓄洪池。就蓄洪池没有抽水站。哎，蓄洪池才这3年而已。你说那个就果菜市场旁边？就在果菜旁这里。这蓄洪池就在那边啊。蓄洪池跟我们讲是怎么样呢？是那个爱河。涨潮，就从那边涨过来的，不是我们，不是什么都不是人为的关系，就是他们说，就是雨下太大，风越大，就吹进来我们这个高雄市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